我是歌手最后一场常规赛排名。3月30号星期五，我是歌手已经来到了第11期。这一期节目各位选手都拿出了自己的大招，他们的排名如何呢？第一名 Jessie J 的 Reflection， 结石姐的实力毋庸置疑，这一期唱的 Reflection 加入了中国乐器的伴奏。第二名华晨宇带来的平凡之路，华晨宇唱的平凡之路感觉没有用出全部力量，唱高音的华晨宇还是不可阻挡的。第三名张韶涵的漫步云端，金曲大串烧。第四名腾格尔带来的离不开你，嘶哑的声音格外引人注目。第五名霍尊的茉莉花。第六名汪峰的空空如也，汪峰来唱这首歌总感觉是可爱的。第七名郁可唯的旧梦。